天气超好，治愈瞬间。去干饭，超大颗的葡萄干。好顺口。说好的小吊带呢？里边呢？这儿吧。我和玲玲今天早上都是两个比较做事情比较慢的人，然后冲到这个火车站的，累死我了。今天又要去解锁一个海边，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一直都很想去的。他们那边有一个非常好吃的冰淇淋店，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冰淇淋店。我们今天就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我们希望再拉低一点，让我觉得哇，好好吃啊！希望值太高就觉得一般一般。听说有礼物有可以收离别礼物，不要那么伤感。这是什么？现在就要拆吗？回去拆吗？也行，现在拆也可以。这里面有个纸条，你回去再看。哦，好吧，好吧，好吧，那我回去拆吧。我把头发编起来了。我们要在这个黑 market 转一站。哇，这什么神仙地方呀！这条好看。We are now approaching Lady Bank. Please mind the gap when alighting from this train. 我已经十二点零七了，差不多该吃午饭了，到了以后。我们去坐公交车了，我的妈，风好大！上次和玲玲去那个爱丁堡也是风贼大。啊，就是那个吧？九十九吗？九十九。走走走。乱七八糟。对，我把头发解了。啊，他走了。啊。等吧，等吧。Hello， 我们现在在这里等九十九路公交车。就一天好像还是有好几班吧，但我也不确定下一班要等多久。好热，今天我们专门挑了气温最高的一天出来，今天好像最高气温是24度。对，今天穿长袖也穿对了，就可以防一下晒。99路公交车来啦。去干饭。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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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我们找到餐厅了，就在街对面。我们挑到了一个光线比较好的位置，这是它的菜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带的是这个蝴蝶结的耳饰，还挺好看的，就很夏天。好下饭啊，看着。对，比我想象中要少一点。我也觉得。Thank you。这个是烤的扇贝。这烤扇贝超级嫩。好吃。试一下这个青口，它是这种蒜香味的，蘸一下这个汁儿。薯条蘸这个咖喱酱，不行，吃完了午餐，我们现在打算去逛一下圣安这座小镇了，刚刚做了一些攻略。今天我们打算去他们的大学，然后有个沙滩，有个教堂，就都去转一转。嘿，走喽！我来导个航。这里应该就是他们的市中心了，就是一条主街。今天人好多呀。First I get cold and hot, think I'm on fire.太可爱了，还有甜菜、大葱，这个是什么呀？扇贝，你看，我们刚吃的扇贝，哈，你这绝了，太可爱了。我们路过了这家全世界最好吃的冰淇淋店，可是大家看一下，人巨多。我上一次看到这么多人。还是在国内某个奶茶店开业的时候，这么多人。治愈瞬间。大学了，大家看这个大学是靠海的，这太幸福了。试问谁不想在这样的大学里念书？在乡下也不值了。对。See the pyramids along the Nile. Watch the sunrise on a tropical island. Just remember, darling, over while you belong to me. 刚刚他那个好像是经济学院，就是靠海的，然后在旁边呢。这边应该是他们的主校区。哦，有一块草，超大的草坪。简简单单的带大家逛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就非常特别的。
尊贵的。这是那个威廉王子，是吧？凯特王妃。对，他们好像对，就在这边念书。Jungle when it's wet with the rains. Just remember till you're home again. You belong to me. We're going down.这里好多好多小孩子在玩水，给大家看晒日光浴的这些英国人。我们准备到沙滩上面来走一走。已经全是沙子了，没事，你到时候直接拿纸把它拆开，也不沾水就没事。对。我知道爹也是他们家的，这个吗？嗯，就很可以，好看，好看，哇哦，精致，真的好看。就你想直接在素水，就是把那个取对取下来就可以。而且那个小心小软件做的也蛮精致的。对对对。我们现在要去那边的海岸线上走一走，我们大概在圣安还要待两个小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Must be love, seeing you in my dreams, holding you close to me. Oh, what else can it be? It must be love. It must be love. It must be love. I fall like a sparrow and fly like a dove. You must be the dream I've been dreaming of. Oh, what a feeling. It must be love.天气超好，太蓝了，就跟那个清澈，对，这跟蓝宝石一样。走到了刚才对面。
面的沙滩，这边就可以去踩水了。它上面有那种细细软软的沙滩。现在要去买冰淇淋了，对，还是有好多人呢、啊。这家生意真的太好了，从下午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长队。排队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要快很多，我本来以为至少得排一两个小时，结果还好，因为很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卖的。玲玲正在看小红书，我打算点一个朗姆酒口味和草莓口味的试一下。终于快要吃上了冰淇淋，不容易，等的我真的是，主要是今天走了很多路，脚都麻了。OK。好了，补高一点，你这样子手还是会粘上。这冰淇淋化的太快了，真的是快。上面是朗姆酒的，下面是椰子味的。我可能刚拿到手，不到30秒就开始滴了。等10分钟，哇，今天的夕阳好美啊。